来参加我们的 Prompt Engineering Course 是工程师全方位课程。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经验的专业人士，这门课程都将为您提供全面的指导，帮助您掌握指示工程的核心技能。以下是我们精选的搜索结果，以帮助您更好地了解指示工程的重要性和相关内容。指示工程是一种与人工智能 AI 有效沟通以实现预期结果的过程。随着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，掌握指示工程已经成为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技能。通过设计和改进 AI 的指示 Prompt， 指示工程可以提高 AI 系统的性能和表现。我们的课程旨在帮助您创建高度有效和可控的 AI 系统，使其能够准确可靠地执行特定任务。在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中，指示通常是一些文本或语言，用于指示训练好的模型生成相应的输入。我们的课程将教授您如何构建精准的指示，以实现您想要的结果。指示工程师是一种有创意和有趣的职业思维，与传统的编程工程师不同，指示工程师通过向 AI 系统提出逻辑严密的问题来测试其行为，并确保系统正常运行。本课程提供实践操作，涵盖指示工程技术、应用案例和工具的内容，帮助您有效构建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应用程序。如果您希望将指示工程技能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，我们强烈推荐您参加这门课程。无论您是想学习 AI 的基础知识，还是希望深入了解指示工程的高级技术，我们的 Prompt Engineering Course 指示工程师全方位课程都将为您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。立即注册，开启您的指示工程之旅吧。